晚清女子有多美，一组老照片还原真容，王敏彤美貌绝佳，令人心动。慈禧，其孝亲显皇后，叶赫那拉氏，清朝咸丰皇帝的妃嫔，同治帝的生母，同治、光绪年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。关于慈禧的美貌，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。后世的老照片可以看出，慈禧的容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貌，只是气度不凡。王敏彤出身高贵，外祖父是爱新觉罗裕朗，父亲是完颜立贤，表姐是末代皇后婉容。她长得极为的美貌，身材纤瘦颀长，眉眼精致，皮肤娇嫩白皙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大家闺秀，却一直痴恋末代皇帝溥仪，终身未嫁。晚清女子的唯美照，眉眼清秀，气质典雅，只是服饰看起来很是宽松，丝毫看不出窈窕的身姿，而且三寸金莲看着都疼，却成为那个时代美丽的标志之一。这克顺皇贵妃及珍妃和他拉氏，原任户部右侍郎常煦之女，满洲镶红旗人，光绪帝的宠妃。她生性乖巧，讨人欢喜，攻汉末，善齐，日是皇帝左右，与帝共食饮共乐，德宗有宠爱之。图为珍妃的唯美照，容貌极为的美貌，如果以现代的装扮的话，完全可以媲美现代女性。这张是隆裕太后的年轻照，她姿色平庸，面容和善，常常一副反悲伤的样子。她稍微有点驼背，瘦骨嶙峋，脸很长，肤色灰黄，牙齿大多是蛀牙，难怪光绪皇帝会宠爱珍妃的，毕竟隆裕真心的不好看。这张是末代皇帝溥仪和家人的温馨照，后排左一是溥仪三妹妹韵颖，她与溥仪一母同胞，都是在封的嫡福晋瓜尔佳氏所生。从这张老照片可知，晚清皇室基因的强大，男的帅气，女的靓丽。这张是郭布鲁婉容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温馨照，婉容相貌出众，文采不俗，是一位兼收中西方文化优势于一身的贵妇，一袭简单的服饰，一美丽出尘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